我喜欢你。你干什么呀，文轩？我是你姐姐。阿瑶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阿瑶，我不是宋子清。阿瑶，阿瑶，你听我解释。如果你今天跟我说一句，我马上跟宋子清分手。我们一起到天涯海角，白头偕老，好不好？阿瑶，文轩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一直把你当弟弟看。阿瑶，阿瑶。对了，我想提醒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说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。不要帮日本人做事。我没有帮日本人做事，我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你放心，云长的批文我一定会给他的。阿瑶，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对，你要不喜欢的话，我以后都不会做了。但是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很想跟你在一起。阿瑶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是我错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文轩。阿瑶，你不生我气了？对了，文轩，你在做梦的时候一直在叫你的母亲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美娇，云昌现在在干嘛？美娇，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声音啊？啊，求求你了。看你这样子真麻烦。我也想去找他，还真有点想他了。你没告诉他我能听见吗？文轩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小姐，小姐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这儿刚想起来一句诗，就让你给我打断了。别理他，快说。
是批文，刚刚送到的。小姐，你一直念着的那批药被允许在云海市买卖了。真的？嗯。不过，文轩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给我通过批文啊？小姐，来。小姐，我听说是楚大夫去找文轩少爷了。小姐，批文好不容易下来，咱还是赶紧去店里看看，让他们赶紧进货吧。对，有道理。那我们赶紧去店里面看看，阿瑶回来再问他。走，嗯，叫上大黄，赶紧走。不请教。阿瑶，如果阿瑶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求求你，放手！父亲，我求求你放过他，放过他好不好？放手！你给我站住！我打算以后再告诉你这件事，没想到被你发现了。既然你现在知道了，那我就
告诉你吧。你娘是为了保护我才被坏人害死的。那个水晶矿就是为了保护你娘的尸体永不腐烂。等我有一天拿到圣果之后，再让他复活，所以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是为了小蝶还差不多，怎么可能复活我娘？你不想想，如果我真的害了你娘，为什么不早早把她的尸体处理掉？爹，你真的能把娘复活吗？相信我。这回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去找文轩了？他已经把批文给我了。那就好。小姐小姐，德国那边来电了，说是半个月后专家就到达玉海市。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忙完了就回去。嗯，好。
看看咱们药厂的制药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许他们能帮我们制出新的药，这样也许就可以战胜齐兰德。天瑶，给你。这什么呀？那个，我给你写了首诗。你还会写诗呢？那是，你看一眼呗，你看一眼呗。我就不看了，我还很多事要做呢。孙姐家，秦姐家。你就看一下。哎呀，我没空。挺机灵的，这会儿怎么这么呆啊？刚刚那么好的机会都被你错过了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你背下来给他听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就是想让他看看我的书法水平吗？刚才一紧张就忘词了。没事儿，远志，这算什么呀，对吧？远志，我们支持你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加油。加油！那我再去重新写一封，现在就去。义父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跟我来。义父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爷，你在这干嘛呀？我又给天瑶写了一首诗，想给他念念，这不他还没回来吗？来了，天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写。把叶家所有人的笔记都给我收集回来。田小姐，给我看看呗。这有什么可看的？不如扔了算了。就是叶家军铁甲军总领关中武，没错，你是送你上路的人。原来是他，小燕。哎，云海师啊，我穆星辰又回来了。你马上带我去见孟南月。好的。上官叔叔，您爹，救命！
怎么会被人打死了？今天下午的时候发现的。谁干的？还不知道，我们正在调查，先过去看一下吧。老爹，老爷，没事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小兰，不要去，还是扶爹回去休息吧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去。走，小心点。我们家远志。老爷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老爷，慢点啊。没事了。关中武被杀了，怎么会出这种事？杀了？不对啊！我刚才听到就是远志的声音，远志在喊救命。老爷，你赶紧派人去找找他吧，去找找。不，我们叶家。叶家怎么会有仇人呢？叶家不会有仇人的。你怎么肯定就是远志？你不是让他出去玩了吗？不可能，远志肯定是出事了。怎么不可能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趁着你爹和你姐现在不在，你帮我写封信。哎呀，写什么信啊？匿名信。匿名信。我就是要揭发上官清他的真面目。老爷，我怎么可能会瞒着您呢？来喝茶。你不想说的话就算了，继续瞒着吧。老爷，老爷，我全照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实话实说，我让远志给上官清写了一封威胁的信，我想让他们给我们办这个批文，他肯定是把远志给抓起来了。老爷，哎呀，你呀，怎么这么糊涂啊？老爷，我们局长呢？哎，表哥，算了，不管他。这个就是关中武的尸体。香港。干嘛呀？我。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行，我这是累了，休息会儿。啊，我带你看。赶紧的，快点。他有什么仇人吗？